旁边的回转手腕，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。于是呢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就是直接来到前台展示区，和现场朋友们呢有一次亲密的约会。在此呢，友情提醒各位，去握伸手，出发海豚，拍照的朋友也请您关掉闪光灯。那么接下来，掌声迎接海豚明星。大家好，欢迎到大家的宝宝们，今天请看一下我的海豚宝贝，它是哪一个的雄性，肚子还有尾鳍跟白色的，因为它处理它的方向是靠海输入的，这样可以使它在水中更快的灵活，更快的很容易。海豚宝贝来到大家身旁，微笑的那个大家，样子是不是可爱的？可爱的也不要太在意，那个微笑的给他。我们的海豚宝贝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，心心心心，昂首挺胸的来到大家身旁。海豚宝贝，起步走。